后卫线上搭档高诗妍。高诗妍今天的任务是要来对阵他这个小外援。漂亮，好球 ，O.J. 梅奥。这个辽宁队还是挺大个防小个，都不换回来，自己在他面前拔一个，好的，没有了。他反击，我这没有，漂亮啊！不，这时候刚好吉林队要一个暂停，还是这个阵容对。让李小旭打五，好的好的，对，现在双队这几天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啊。吉林的防守很到位啊，还是进、哦。看看这2.7秒，发过来 ，OJ 梅奥，好的，这一波直接打四分，13分，郭艾伦和大韩都是得到14分，这半场比赛啊，大伙也可以刷一波。梅奥的号码24。虽然您看，在最后的这二点，辽宁不怕的话呢，基本上这比赛就赢了。对，好球 ！O.J. 梅奥底角三分，这是他第一个三分。对，防，嗯，看看辽宁这个以前啊破联防其实不太擅长的。再来一个，好球 ！O.J. 梅奥两记三分。让这个联防显得啊，打吧自己，时间不多了啊，对自己强打，自己外线的三分漂亮，漂亮。马丁内斯教练，你看这个眉开眼笑啊。再拔一个，还进呐！没有，今天下半场四个、啊，四个三分，四投四中，防守和。进攻的二次进攻的这种积极性，篮板球的争抢顶人，这些如果都踏踏实实做到位的，而且显得很兴奋啊，就不错。是，就是今天呢，如果到最后啊，就是说吉林队也没机会，辽宁队顺利赢下比赛的话，嗯、我觉得吉林队就是大韩，大韩也有三四个助攻的，是，就爽上了。哎，这是辽宁队球权起了，大韩在底下吧？4-2，我这没有，没来。自己来，好球，真漂亮。所以说，咱们呢一直说梅奥拼啊，梅奥这个兢兢业业，是真有。不是第一次，我上次看他打谁也是。我这梅奥还他一个，漂亮。你看看，咱这梅奥也好使。哦，梅奥下半场五个三分，五个三分，这球这是就是从这儿体现出来的啊。跳步进来，这球梅奥刀下来，哎呦，漂亮，极限救球啊。对。O.J. 梅奥外线远投，好的。啊，这样。梅奥啊，六个三分，这球阻挡了。没高分，找工作了。